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问家》，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啊！哎呦，这是送东西啊！哈哈。谢谢谢谢，这个鸡是给于老师的哈。吓我一跳，拿着吧哈，我还以为你说话了。哎，他是怎么知道于老师这个爱好的？谢谢吧，每次演出都有观众送小礼物，每次我都觉得特别不落人。你说。人家都花了钱了，买了票了，还在买东西啊！再一个，你说你买东西，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是吧？啊、什么人呢？您这这话说的，谢谢吧啊！我替吕边老师呢，谢谢。哎，你先等会儿啊！您这个把我的名字您说清楚了，行不行？我替吕边老师谢谢。哎，这回倒是清楚了。嗯，听着这么壮阳啊，这您大岁数，姓于，这不就完了吗？吕边老师啊，哎呀。越介绍越小，您这也不成啊。鲸鱼啊，别对付了，别对付了，你说清楚了吧。哎呦，于谦啊，鱼字大伙都会写哈。那是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哎，这驴，您说这是。哎呀，姓什么不吃饭，行了。那没听说过于老师啊，哥俩合作十多年了，不短了，真得谢谢于老师。又客气，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有分工。那是相声里边，我是那个甲，哎，他是那个乙，甲乙嘛。我是逗哏的，是啊，他是捧哏的，哎，捧逗关系。如果说我是天上的星星，那我呢？他就是太阳。嘿，客气。我要是胰岛素，我他就是高血糖。啊、哦，就这么搭配来的。我要是喜羊羊，嗯，他就是灰太狼。嘿，好。我要是陈冠希啊，哎呀，行了行。我可不是张柏芝啊，你是谢霆锋的儿子。哎，嚯！哎，叔叔抱抱。哎，行了，别套近乎了，你啊，这说意思，两个人的工作分工不一样。哎，那是搭配在一起，要把相声说好，这不容易。艺人呢，拼到最后，其实拼的都是文化。是跟他在一块儿，就如同有个老师天天督促着我是一样。哎呦，人真客气。你哎呀，实话实说啊，啊，这个与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嚯，三人行必有我师娘。哎，师娘不是怎么说？不认师傅了是怎么？三人行必有我师，必有我师。对，愿意跟人请教啊，在德云社后台，这是这份儿的。你瞧，又捧我。哎呀，识文断字儿，那倒是，知识渊博，不敢说，头脑很清晰，倒是快，为人很时尚，还时尚。我举一个例子啊，啊，德云社后台第一个玩微博的，哦，谦儿哥。啊，那倒是，现如今谁都知道微博。你倒退两年三年那会儿，还好多人不知道呢。啊，那是，人就开始玩微博。我就申请了一个号。那后台有时坐那儿，嗯，哎，玩微博，看看吧，刷屏，嚯，挺开心。啊，他比我们早半年多。嗯，这实话实说啊，开始有用吗？哎，后来才知道，微博很有用。是吗？于老师进后台，把烟卷放这儿了。哦，这说话聊天，再回头。烟没了，啊，烟没了，不知道谁拿的。哦，其实他心里有数，孩子们开玩笑呗，肯定是逗着玩嘛，绝没有说大嚷大叫谁偷我烟卷了，没有，不这样，拿起手机来发一微博，啊，这也发微博，哎哎，嗯，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哦，点给他们发一微博，嗯，十分钟，怎么样？他媳妇给他发一短信，嗯，对不起，嗯。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破了个案子，你知道吗？这微博就管这用啊，说微博的重要性。对，不至于有那么，当然现在是有微博了啊。你倒退些年那会儿，我想看看于老师写的东西，你上，啊，你上哪看去？那时候没微博，那会儿你想上去微博没有啊？是那会儿我们就是上于老师的嫖客。哦啊，看啊，哦，写了又发照片了。你先等会儿，您还上我的嫖客呢？
对啊，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干的。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这什么词儿啊你？嗯，博客，上博客。哦，对啊，那时候哦，上回嗨嗨嘛，对对对，上博客、啊，对，好多人都点他啊。啊，那您回答他们说我不出台。那你指什么吃呢？啊，我指这吃啊，点你什么叫点我呀？点什么？点击。哦。嘿，好！您想的那么歪呀、啊？怎么？就是你长得就歪，不是点击率、啊？你看都绿了。嗨，没有您这么想的，就说这个意思啊。这上博客，你永远比我们时尚。哎，也不能说永远，我们还都小剧场里边苦熬苦夜说相声呢、啊。人家那会儿就出去拍广告去了啊，拍什么电影、拍电视剧是不是？啊，那拍过戏，对不对？15年前啊，就有厂家找他哦。让他做产品的形象大变哦啊，哎呦，您这又错了，您没有、啊、形象大变干嘛？应该是形象大使，有什么区别？咱得讲理，对不对啊？不是，你说是手感是口感？你说、哎、这嗨，怎么那么恶心呢？您说这有什么区别啊？不，那也得那么说啊！对对对，不那么说，我是形象大使，大使啊，对不对？对啊，拍广告。啊、拍电视剧，啊，拍电影，啊，拍过。哎呦喂，我跟您说，他拍太多了，嗯，不少倒是拍不少啊。嗯，头一个电影他演的叫您记得那个电影是《寡妇》，我演寡妇，演寡妇 啊, 啊，我演寡妇像话吗？不，你演寡妇的丈夫，就说、这个、寡妇的这死的，就这个寡妇怎么不易啊啊，打丈夫去世开始，一步一步苦熬苦夜。演了这么一个励志的题材，没我呀这里头，怎么没你？没你他怎么成的寡妇？那还是死那个呀？对呀、啊，那我演什么？你没这头，你在幕后，那我叫演电影吗？有头一个镜头就是你啊？是吗？上坟，头一镜头就是上坟啊，坟上有一照片。哎，这照片啊，于老师，第一个戏，第二个戏厉害了 啊！第二个戏演角色，男一号，还男一号，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啊墨。这怎么那么主人公拉着磨周游世界驴呀、啊、这是一圈一圈那周游什么世界呀、啊、净这儿转了吗这不是第三部戏了不得了啊！大伙都知道这是个演技派啊，我会演戏说于老师演老人你愿意吗可以呀、啊，可以可以、嗯、去了这电影叫、啊、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10万火急惨案记哎呦嚯名字太长了吧？得俩电影院才能把这名字放齐了呢。好嘛，还是宽银幕呢。哎，就是张二狗啊，这个坏孩子是吗？杀了他父亲、哦，把他父亲剁碎了，放火烧了。哎呦！后来公安机关破案侦查这个事儿，太狠了。他的头一场戏就是打开棺材盖就看见他了。啊、我还是那死的、啊，这回还都碎了。也不是，反正还行。看脚，要是熟人知道是你，哎，好嘛，谁认识脚啊？后来香港一。恐怖悬疑片找了他啊这倒好那片叫饺子饺子请了他饺子找到我饺子悬疑片吗啊是是杀人之后把这人剁碎了包饺子哎呦他演那馅儿哎好嘛这回连脚都碎了这个、嗯、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都肉末了向您学习您客气了向您学习向您致敬您就是我们的榜样哎您就老话说得好啊山外青山楼外青楼啊我们一定不能够骄傲您这老说错话好了山外青山楼外楼楼是青楼、嗯、您非得上青楼转一圈去是吗什么话这是楼山外青山楼外楼对能人背后有人弄啊，这什么话这能人背后有能人弄哎，您这是、嗯、您这找弄呢是怎么着你说话干净一点不就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吗弄不弄呢啊没有弄不弄人走了人走了 你老打听这事儿干嘛、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得搁在这儿好好的学呀、啊、搁在当间脑子慢脑子笨不要紧的是努力哎愚公移山这四个字说的就是我们哦愚公移山说的是咱们愚公移山都知道吧啊一个神话传说哦愚公家门口有大山对哎呦愚公说我得把它刨开了挪走第一交通会便利是第二WiFi 会好一些。哎，这嗨，挡着信号了。跑啊跑啊，
村里人都笑话，说你不疯了吗？啊，拿铁锹把这山就刨开了吗？对，愚公说了，嗯，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哦，儿子死了，还有我孙子。啊，别往我这儿比划，啊，就说这事儿就完了。子子孙孙没有穷尽。嗯，我们家有很多的孩子，是一定能把山搬走。对。消息传到天上啊，神仙都感动了。哎呀，这个人真了不起。是说他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嗯，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哎，他们家有很多的孩子，嗯，这个精神值得学习。怎么样？于是老天爷派很多的神仙，嗯，到他们家来帮他们生孩子。啊，没听说过，这神仙太缺德了。您这么一说，哎，愚公移山呐，是有这故事。咱们就秉承这种精神吧。啊，好好的继承。好好的说相声，好，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但是说好了并不容易，真是。没事，我们净研究语言，对呀，虚字了，垫字了，高矮音了，嗯，这个话怎么说会有效果，嗯，怎么说会有矛盾，都得研究。这是艺术吗？您比如说最简单的，咱们一说，嗯，哎，你来了啊，快坐吧，嗯，哎，喝水啊，是，再见喽。哦，后边老有这么一垫字，哎，有这个你会觉得很亲切，对。真没有这个就不像话了，不好吗？你来坐下喝水，再见。好嘛，打起来了吗？这不是，这不是疯子吗？对呀，你包括这是男人爱这么说啊。你要说换了大姑娘啊、老太太、女人说话呢，啊，她也有这个垫字，垫字搁前边怎么说呀？放前面哟，嗯，大妈您干嘛去？放前面哟，哦，这又要搁到后边就乱了，不行吗？大妈您干嘛去？哟，嚯，踩着脚了是怎么？大妈掉沟里边。所以说这都是我们研究的啊，你包括一些个民俗学，哦，包括一些个社会学，对我们来说都是老师啊，都得学，因为这行本身就是民俗的艺术。对，你包括演员都有艺名，为什么啊？要让观众容易记得住，而且后台便于管理。是吗？过去我们有相声八德。对，八位名字带德的老艺术家。哦，玉德龙，有马德禄。对，马德禄，马三立先生的父亲马德禄。哎，刘德志，有张德全。哎，郭德纲。嗯嗯，刘德华。哎，这嗨，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说了，后面那俩就没有了。后面那俩是新款。这嗨，这还分金德字的，后边寿字，嗯，寿字，寿字的啊。嗯，张寿臣。哎，这大相声大师尹寿山。对，哎，活受罪。哎啊，活受罪，活受罪，后来死得挺惨。哎，那可不是吗？再往下是宝字的了，宝字都有，名字带宝，侯宝林大师。哎，刘宝瑞。哦呵，常宝坤都有，贾宝玉。嗯啊，李宝库。嗨，行了，李宝库，药匣子都有，东北相声名家，这没听说过。哎，再下边是文字的了，文字是，哎，文字，你看魏文亮，是，对，哎，张文顺有，邢文昭，对，李文山是，崇文门。哎呀，改地名，后来归东城那边管了，啊，没有了。这文字不一样，这是艺名，嗯，是每人都有名字。对呀，啊，有名字，有学名啊啊，学名大伙儿知道哈啊，身份证写那个，对，上学，哎，名字，还有小名，小名，小名，乳名，对，乳名。后台，比如我们有烧饼，烧饼，头一个说相声学外学外话，嗯，那学学小哑巴那孩子，嗯，叫烧饼，嗯，为什么呢？来的时候这么大，嗯，小圆脸儿，脸上好些个雀斑。大伙说这孩子长得跟烧饼似的，这老一外号烧饼，就这么叫下来。你看，一语成谶，到现在你叫本名没人知道，啊，这倒传出去了。他那本名叫朱剑锋。你们要是有时间查查他那身份证，啊，朱见了都疯，啊，朱剑锋，哎，我闹。后台还有一说相声的，嗯，正好，正好有熟悉的喜欢他的，是正好，嗯，正好的本名叫喜定。怎么叫喜？当初生一大胖小子，他爸爸高兴，啊，家里喜事啊，这不定下来了吗？哦，叫喜定。哦，你是这玩意儿，他姓别的还行，他姓郑，啊，郑喜定。要改正在进行时了啊，嗯！有的时候，老郑的媳妇一回家啊，丈夫不在家，公公在家了，那怎么办？老爷子啊，喜定呢？哎呵，老爷子，郑喜定呢？嗨，哎，行了。让他瞧见了，你怎么弄这玩意儿啊？是不是？其实于老师有时候还好研究这个啊。我也琢磨，于老师有哥哥，啊，哥哥小名叫解放，哦，姐姐那小名叫白雪，哦，他那回跟他母亲聊天呢，嗯，妈，我哥怎么叫解放呢？嗯，嗨，
咱家就这规矩，生完孩子出门瞧见什么呀，就给这孩子起名叫什么。哦，生完你哥哥这，嗨，你爸一出去门口过辆大卡车，解放。哦，这叫解放吧？这倒什么事？哎、生你姐这，嗨，因为闹天儿，下大雪、哦，冬天。哎，生完你姐出去看白雪，得了，闺女叫白雪，叫白雪了，明白了吗？狗屎啊！我呀，我怎么那么惨呢？到这儿，说这个意思，哎、对、啊。说这个意思就得研究哈、啊、是研究啊，研究说相声不容易啊。嗯，现在各位您是坐在剧场里边的，嗯，买张票啊，底下怎么着也比上面要凉快一点啊。是，上面是一站就这些个灯列位。嗯，我现在这状态就我是能理解馅饼啊。哎，这好嘛，烤上了，里外好几层都得塌了呀。嗯嗯，受罪。那工作怎么办呢？嗯，旧社会艺人更不容易了。是，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什么意思？跟马路上演啊。哎呦，为十个观众这儿一说说挺好，该要钱了。嗯，哗，刮大风跑了，不给钱了。你刮风谁还站着听啊？就是啊，是吧，刮风减半，下雨全完，没有人了，一下雨一人都没有了，哪不出来了，白干了。你不像瓦匠，嗯，你瓦匠一瞧、哦、下雨高兴，怎么高兴？坐在屋里喝酒，哦，哗咔嚓，他乐了、啊、怎么了？哎，行，一会儿、嗯、一会儿雨停了，有活干了啊，给人修房去。就是，嗯，喊儿子去打二两酒去。嚯，这就喝二两，哗咔嚓，哎呀，再打二两去。我接着喝，哗咔嚓，嗯，打二两去，还喝，哗咔嚓，嗯，喝不了了。怎么呢？自个儿房塌了。哎，这好嘛，太大了也不成，刮风减半，下雨全完。这是说我们过去呢，天跟现在不一样啊。其实说良心的话，那天我们后台聊天，我还说了啊，我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会儿，不管是天津北京，那冬天冷的都不行了、哦，非得是大棉裤大棉鞋。现如今真是全球气候变暖了啊，真不冷，是不是有印象吧？有有有，小时候你想啊，上厕所都得带根棍儿去。带棍儿干嘛呀？你想啊，那会儿你冷啊，啊，是不是你又装糊涂？哎，谁装糊涂？您要介绍，您说呀，怎么？就是这些年，这天儿这才暖和哈。哦，往前倒，越往前倒越冷。以前、啊、那会儿人上厕所都得带根棍儿。以前您你那是这一拉完了，你它不掉啊啊，冻上了。那怎么办？来根棍儿。嚯、啊！打下来，你看你没研究，我是没这研究，真事儿啊，是吗？每个人出来这都跟保健似的，戴个套，还那么讲究呢，来根棍儿啊，拉个屎牛气什么呀？跟着你这放什么粪呢？出去，嘿，到厕所这儿方便完了，嗯，苍啷啷啷啷，哎呦嚯！您下回用那手往那边打成吗？好，我这觉得有点脏，这个。哦，完事哎，哦，在掉的坑里头，您这什么呀？这哦，都用这打，对，都用这个、哦。后来就讲究了，是吗？后来就是棍上也讲究了啊，蹲在这还都掏出来比一下，怎么比呀、啊？您那是什么的呀？啊，说材质，花梨的，糟践东西，这都。我这是紫檀的，这点好木头都用这儿了。我这是象牙的，嚯、哦！我这是镀金的，哎呀，哎，我这上面你看，啊，这头还刻了个于谦的脸、啊，用不着，刻别人吧，这个啊。这就喜欢你，那喜欢我别刻这儿啊！你头里边弄于谦的脑袋，张着嘴啊！哎呀，行了，等于是我给咬下来的，那个、别胡说八道了啊！行了行了，不是开心，知道有什么可开心的呀？反正谁去都得带着，都带着这个，都得带着啊、嗯，都得带着。这玩意儿多难拿呀！那就套，这有口袋一揣、哦，要不带这就坏了。哎，那啊，万一要忘了，又出的荒粗啊啊！方便完了。对呀、啊，没带，是找旁边人借。哦，这还能借？大姐，你先等会儿，你这都蹲在一块儿啊？这个不是文言词吗、啊？这有什么怎么文言？您这是大姐呢？哎嗨，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大姐啊，出来忘了带棒儿了啊，棒儿。借您棒儿一用哦，哎，人家再递过来是妹子，哎，还是女的呀？
啊，这才接过来，接着会接啊，这因为人家一递过来，人直接的，嗨，哎呦嚯啊，干嘛这么粗鲁？往后，哦，闪一下，是拿手叼他这腕子，啪，接过来，哦，哎，这动作照旧，哎，用完了，嘿、哎哦，这么递回去，哎，他再接过来，哦，用完了，哎，塞好了，再走。您说这玩意儿，这要捋到嘴上多恶心！您说，这手法问题知道哎、啊？可以找别人借，找别人借行、嗯。哎，那等会儿 啊，万一上厕所没别人，就他自己怎么办？包场，这还包场？来得很匆匆啊！进门就脱，对，方便完了，哟哟，没带我啊。啊，这么有人也不能藏这地方。是啊，啊，上上下下左右都没人，没人，没人也好办。怎么办？赶紧站起来，干嘛？找一墙角一使劲，这是坐进去啊，这坐回去、嗯，太狠了，这也就说这个意思啊。这就是来源于生活，靠于生活。这想的太高。哎，这研究嘛，这也研究啊，这都属于民俗啊。啊、哦，这你看一研究这，大伙儿都开心。你们就爱听这个呀？哎呀，没想到啊，这个适合大伙儿的口味。当然了，这是有玩笑的成分。哎，真正到最后，我们得落实到读书写字上。这话说的对。艺人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呀？啊，拼的是文化素质。我们是普通的相声艺人，但是我们有雄心壮志。嗯，我们也愿意向那些大文豪们学。哦，是不是？我也愿意，比如法国有个莫里埃。对呀，我向他学。您呢？以后我就是中国的默哀、啊、对吧？默哀死了一个，不是我中国的莫里埃。莫里埃没事，我也爱写。你也写？写个诗啊，写个对子，写个什么呢？哇，陶冶情操，水平有限，但是得练。您有作品吗？有 啊，那您把您作品给我们念念，咱大伙听一听，怎么样？各位好吧啊，你们这么鼓励我，我就给你们念念啊。好，谢谢啊。嗯，有没带的没有 啊？什么呀？棒儿啊。这嗨，这就我写过一诗，哦，诗叫八盼，八盼，嗯，八种盼望。哦，那您好，我们听一听。哎，嗯，八盼，嗯，老不说都快忘了。嗯，哎，您想一想，数九隆冬盼朝阳，哦，半夜三更盼春光，哦，花容月貌盼大款，嗯，闲散的二奶盼流氓，这什么玩意儿？夜读的豺狼盼女鬼，嗯，光棍老头盼大娘，哦，演戏盼着能得奖，嗯，说相声盼着死同行。哎，这货好，说这个意思啊，说这个意思。哎，您这诗不错，嗯，挺好，有日子不说了这个 啊，还行。最近没怎么跟同行打架，嗯，哎，对了，什么人呢？您这我也不知道是我学好了还是他们累了。当然了，这是玩笑、啊。嗯，我们这个拿出去卖一分都不值啊。人过去正经的文人写副对联拿出去就换钱。哎，对联是值钱的，那是讲究对仗工整、精炼，上联下联加上横批，那个、啊、真是学问。对，哎，我们有时也写，但是说句良心话，啊、你一听就是这说相声的对联，那还能听出来？哎呀，咱您给您写几副，咱们听听。我有什么可写的？哎，我给您出个题，您能写吗？哦，你要害我啊？这叫什么话呀？你要害我以后我不借给你这个。哎，这话压根儿也没找您借。说吧。真行哈。我得看会不会啊。随便出个题目。不行就拉倒啊。您客气。嗯。您就甭远了甭说。嗯。您就给咱们说相声的相声演员写一副。给说相声写啊。那咱们这就简单了。那您。啊，这个冠冕堂皇嘛。来一来。弘扬振兴。刻不容缓。嗯。尽我等微薄之力。这是上联，哎，下联呢？继承发展，迫在眉睫，请诸君贵守高台。横批：别忘买票。对，当然得买票。这可以，这就一时好了坏，它是个上下联，哎，倒是挺公的。加个横批，也就这意思。可以呀、啊嗯，再写一副、哎，给当官的写一副，行吗？啊，你瞧，给当官的写一副。给旧社会那官儿写一副。你干嘛非旧社会啊？新社会旧社会一起来当官的。你不要这个样子。嗯，我就
是您这词儿啊，没什么词儿，这个简单。您说说，新旧官员对比吗？是不是？啊、对。红米饭，南瓜汤。嗯。老婆一个，孩子一帮。上联。对。下联。白米饭，王八汤。嗯。孩子十个，老婆一帮。哎，嚯！横批。早晚双规。哎，对。那是得双规。嗯。这就是给当官的写的。你这个我接触不上，你也知道我跟那些说相声有区别。哦，我就你街上跑啊什么、这当官的您接触不上。接触不上，写不了那么透彻。给您说一个您接触得上的题材。哎，就我老去的那个地方，我可以。洗头房。您老去，你爸爸叫于小屁。哎呀，报复您这叫，您说的老去的地方。哎呀。洗头房就简单了，您怎么写？哎，这个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娱乐形式。哎，对，我们就听您介绍了。上边是、里屋黑，外屋白，嗯，灯红酒绿。下联，裙子短，大腿长，纸醉金迷。横批，一百一个。哎，一百一个，连价都报出来。您倒是常去，瞧这意思。多少钱应该是？啊，我哪知道啊？你这 VIP？ 哎，这是。别往沟里带我、啊！你有那儿的金卡，我告诉你，没听说过。嗯，没，这我觉得我还能写、啊。行啊，咱别开玩笑，就写说相声我还行，写别的。真的啊、嗯，那咱正经八百写一个。有正经的。您先生侯月文先生，嚯，您的老恩师，给我师傅写一个，写副对联。没法，没人都没了，人没了才写，祭奠一下。哎，给我师傅写一个啊，侯耀文啊、嗯，侯先生，侯先生，想当初。想当初，哎，他那个日子过得也够惨的。嗯、这是联吗？这个。想当初，威风凛凛，人人都说荣华富贵。下联，看今朝，煞气腾腾，个个都叹世态炎凉。横批，横批，嗯，兄弟情长。哦，哈哈，哎，写得好，嗯，写得好，写得好。别外边传去啊！啊，这还不传呢、啊，这个。为他们告我。嗯行了，嗯，给侯先生写完了啊，您给我先生石富宽石先生，哎呦也没了，哎有，有好，您说一块没的这不成？哎呦，我师傅走着给带走了呢，哎这没有这，哎你师傅，你师傅这行，老搭档，你师傅最起码还有你师娘也在啊，啊老两口都好，师傅师娘都有，对，写一个，写一个，写给你师傅师娘写啊，啊老两口一块上联诗，嗯，英雄宝刀不老，完了。这是上联，下联呢？下联，老娘风韵犹存。横批，肩负。我就知道得往这儿跪啊！没啊！狗男，仨字儿，仨字儿不行。这废话嘛！要狗男女不？哎，这凑字儿呢？你狗男女，嘿，不行！不是你干嘛呀？是正经的。哎，对对，白头到老。哎，这不是完了吗？白头到老啊！白头到老。这叫好词儿，其实原来那也挺好、啊，什么也挺好啊，就是练练吧，练练吧，谁跟说相声较真儿啊？啊，这是得练。我儿子在家还写对联呢，那么点孩子就写对联？你不小十七了，那是我徒弟。我儿子，我们两家有这么一个事儿，给大伙儿说清楚啊。对，我儿子叫郭麒麟，嗯，是他的徒弟，对，管他叫师傅，是管他媳妇叫师娘，哎。他儿子叫于思阳，嗯，是我的徒弟，对，管我叫师傅，嗯，哎，我媳妇叫师娘，对，所以我们两家是这么一个交情，对，交换人质。有时候你看，哎、嗯，有时候他儿子也跟我聊、嗯、啊，说我祖父于小屁啊，啊，就别提这个，还小屁，有为什么呢？嗯、其实这俩孩子这差个十岁八岁的，啊、嗯，但有时候我们俩是一出门演出去，嗯，孩子们就搁着一块玩儿，啊，多好啊，有个照应，嗯，那回这。郭麒麟、于思阳俩孩子坐在一块儿，还对对联呢。啊，他们也写，我都感动了。这么点的孩子，说他有这个心。郭麒麟写的什么呀？郭麒麟写的那还写挺工整。是怎么写的啊？拿毛笔，反正哆哆嗦嗦练呗。还毛笔？还有你呢？啊，有我的词儿 啊！就把他师傅，还把他师娘，你们两口子都搁这里边。这孩子孝顺啊！怎么写的？上联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下联呢？下联。师傅压师娘，师娘压床，床压地，地动山摇，没听说过。有横批没有啊？没有横批，我就给撕了。哎，这不像话，不像话。是啊，不是你看看人于思阳写的那个，他写了。你看于思阳，于老师儿子，七岁的孩子写的对联，
工整啊。他怎么写的？又有横批，又有上下联。上联是？上联是师傅就是我亲爹。下联？下联我妈就是我亲娘。横批于谦是谁啊？哎，去你的吧。他疼我，我疼他，你说要不怎么叫交情呢？他真疼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说，哎呀，嗯，谦儿哥，你有没有充电宝啊？干嘛要借充电宝？我这没电了，充电宝，手机没电了。嗯，就所有人都不会理我的情况下，哦，谦儿哥也能站起来。你想我借呀？哪怕谦儿哥这会儿发高烧45度，我这干嘛呀？老白干，我这是，而且正输着液。啊，吸着氧，下着胃管，我这要死，我这个全拔了啊，都拔了，是也要回家给我拿充电宝去。我疯了是吗？我一出门啊，打雷，咔嚓一个雷劈脸上，劈脸上还站起来往前跑，我这胃管在地下耷拉着呢，可能咵掉沟里了。好，打沟里上来还往家走。哦，来大汽车，砰，还撞一下，撞脸上了啊，站起来还往家走，我就死不了。哎，到家拿充电宝也回来，给我送充电宝来啊。一进门给你，应该的，不叫事儿。你瞧瞧，我能感动的眼泪哗哗的。那是啊，接过充电宝，把那线找出来，哦，插在我的充电宝上。你缺德不缺德呀？你不是手机没电了啊？就说他疼我啊。您到底疼我呀？您也得。我也疼他呀。是吗？前两天演出他告诉我，嗯，太难受了。怎么难受？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了？智齿。哦，智齿是疼。我是没长过智齿，但我听好多人说是智齿疼起来难受。是吗？我就急得跟什么似的。您怎么办？我送谦儿哥上医院看看。咱有朋友是到医院，大夫你说啊，多少钱，多好的机器，哦，想方设法让谦儿哥别这么难受。对，智齿疼起来要命。大夫有方子吗？大夫给他检查啊，检查完了，这个分内治和外治。你火太大了，知道吗？另外以后在洗手间不要坐的时间太长。您说那是痔疮，我这不是智齿吗？怎么还上厕所别太长时间呢？他其实痔疮，他没说明白。嗨，我干嘛那么嘴不利落，没说明白，就说这个意思。就我们哥俩就这种好啊啊，是超乎外人想象的。对了，一块说相声，俩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是，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嗯，什么叫艺术？啊，什么叫艺？什么叫术？这还分着解释吗？演员的能耐叫艺。哦，把术能够卖出去，这是完整的艺术。哦，术指的就是能把能耐往外卖。嗯，贴出于谦的名字来，观众坐满了，是，这叫有术。哦，坐在那儿一瞧，您有能耐，这叫有艺。嗯，单有艺没有术，那叫诈骗。哦，哎呀，我这个艺术这么好，那么好，观众听完了都能学好了，听完我你们就是圣人了。嗯，但是一说卖1毛钱一张票，观众骂着街就走了。呵，你这不叫艺术。不行，为你花1毛钱都不值，你再说别的，嗯，没有意义。哎，所以有意无术叫诈骗。嗯，有术无意是商贩。哦，做生意只能卖钱，但是实在是没什么正经玩意儿。嗯，啊，这个不灵。嗯，非得是有意有术，这才全面。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啊？嗯，两点记住了。第一是活着，活着；第二是忍着。不，这两点就算。你看，您在没有成功之前，才华等于狗屎。是啊，只有成功才能证明你的一切。哦，第一活着，啊，对，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你把那三个人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是啊，你瞧还这么解释。25死一个，31枪毙一个，42车祸死一个，啊，就留你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只要活到90，你就是艺术家。嘿，你看你有话语权啊。啊，这没人。那仨天大能耐让你弄死了，谁弄死的呀？就剩你了，你说什么是什么呀？哦，所以第一就是要活下去。
啊，这对。第二要忍着，忍着是怎么回事？小不忍则乱大谋。怎么叫忍？一时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哦，凡事哈哈一笑，忍到最后，嗯，退潮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这嗨，这词儿用的，你不能坚持，你就不配成功。嗯，就跟唐僧似的，哦，路过九妖十八洞，洞洞闹妖精，坚持到最后，你才能上西天。我上西天不是，坚持到最后上西天见佛祖，你才能成佛立祖。哎，这对对吧？我这些年越发觉得我很像唐僧。是吗？你看怎么？第一，我们俩都是替祖师爷打工。什么叫替祖师爷打工？替祖师爷干活，替祖师爷传道。哦，替祖师爷干活，祖师爷还不管饭。哦，这不赏饭吃。第二，我们俩名字都多。都叫什么？ 你看他，唐僧、唐长老、唐朝和尚、玉帝、玉帝哥哥，啊，这都是名字。你看我也是啊。您有什么？您比如说，就喊郭老师的，对，喊郭德纲的，嗯，啊，这个有的观众喊郭老板啊、哦，有郭麒麟的观众，他们管我叫爸爸，啊，有张云雷的观众管我叫姐夫，啊，嗯、叫什么都有啊，对，甭管真真假假，名儿很多，是啊。还有一点相似，就是我们都让妖精惦记着。您怎么都让妖精惦记呢、啊、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嗯，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这嘿哈真的。你打开头条，嗯，头条上有关相声的帖子，要不提郭德纲、他都没法发啊、这段相声郭德纲都快笑死了，呵，这段相声郭德纲也不会、哦、老得挂上我，其实点开的里边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是吧，啊、挺好。如果你有被人家利用的价值，说明你还可以，这有存在的价值，这点我们很认同、最重要一点，就我跟唐僧有一点特别相似。还有哪儿啊？他身边有个猪八戒。哦，我呀，这别拿我比这个。打小，嗯，我们就在一块儿，是发小。那会儿曲艺团啊招学员，是我们在一个培训班。当年这个班是要放在戏校，嗯，在戏校里边，为了用人家的文凭啊，是上文化课。嗯，其实那会儿也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是，我寻思那会儿我们十几岁，嗯，去趟小卖部，啊，拿五块钱，牙刷、牙膏、什么糖、方便面啊，好家伙，一大堆东西。哎，对，买一堆。现在不行了，哪儿现在贵了？现在他们装监控了，嗯，偷去了是吗？小孩嘛，那嘴也馋，愿意吃点好东西。那也不能不。那会儿没什么好吃的。我们学校那会儿印象特别深，啊，我们那个厨子就得枪毙，然后救活了，然后再活活打死。嘿，好家伙，怎么那么恨人家？我们学校那个菜，好家伙，酸奶炒鸡蛋，啊，月饼炖橘子，哼，火龙果那皮炒菠萝皮，这瓤都哪儿去了？他们校长吃了都。好嘛，不容易那会儿，那吃完饭，晚上吃完饭。那碟子拿着水龙头一冲就干净，没什么油，没有油，嗯，全学校一年用半斤香油啊，有这么一瓶儿，瓶儿里插一筷子、哦、筷子上绑一铜钱，嚯、哦、哎，这瓶儿香油在校长办公室里搁着，这太可了，每天厨子大铁锹炒白菜，哎呀，炒差不多了，一看快熟了，请校长干嘛呀，校长拿着瓶子来，拿着筷子蘸一下，锅里一和弄啊，这今天的油钱就够了啊，霍楞在里头。大年初一打半斤香油，是到年三十改一斤了、哎，怎么多出半斤？带回半斤水去。哎、嗯，好，往回带。吃这个，孩子们没有油水啊。那是啊，没有油水，晚上还得有晚自习，啊，还有晚自习练功啊。嗯，七点到九点晚上、哦，有一练功房，四面的大玻璃，嗯，还得跟那儿弯腰踢腿翻跟头。呵，但他不练，我凭什么不练？这俩钟头是人家孩子吃加餐的时候。我还有加餐呢，家里有钱呢，啊，家里有钱，一到七点，家里边送零食来了。我们家给我送什么零食啊？有那么一大口袋，嗯，干炒黄豆。我零食吃干炒黄豆，十斤干炒黄豆，还不少吃。哎，十斤的干炒黄豆，嗯，拿那个脸盆打凉水，三到五盆，就喝呀。这俩钟头。三盆凉水，基本上三盆凉水，十斤干炒黄豆。嚯、哦，各位、一般的牲口吃不了。这废话，这拿我跟牲口比，于老师都能吃了。我这量大，吃完了我们给他抬着宿舍去、嗯。哦，那会儿是八个人一个宿舍，八个人，但他自己占一单间儿。
就身份的象征啊。不是不是啊，我们宁可一大帮人挤一个屋，也得腾出一个单间来给他。干嘛这么闲乎啊？列位呀、啊、嗯，十斤黄豆，三盆凉水，啊，这一晚上肚子里行开了，啊，早晨起来叮当，好家伙，我们还没毕业呢，还没上班，凭什么让你崩死呀？什么叫崩死？那能崩得死吗？那个，所以没人跟他一屋，啊，没人跟你，我们单独啊，给他让出一房，让他跟这屋痛痛快快放去吧。没人管我了，挺好。就小时候、嗯、学相声，世上最简单的艺术，是，但也是最难，也是。你也会说话，我也会说话，你要花钱听我说话，嗯，这是为什么呀？哦，难就难在这儿了。老师告诉我们，第一节课，嗯，记住了啊，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什么叫钝刀杀人呢？这个就是老师的意思是说话要嘴里干净。啊，对，得利落，不管是大剧场小剧场，嗯，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观众的耳朵里，让您听清楚，不允许贪污掉一个字儿。对，如果说说话不清楚呢，嗯，就好比是一把刀子它钝了，用它杀人是很疼的。不行吗？这个，哎，这么说你也听不明白。我给举个例子啊，啊，举个例子你就知道钝刀杀人有多难受。好，杀人的刀得快。哦，比如说于老师。我又是我，我怎么了？ 也不是又是你，因为说别人也没有意思啊。是，你说我、啊、只能说您，大家也开心啊、嗯。那您说吧，我也开心啊。您一直就开心。那，嗯，为什么要说于老师呢？嗯、因为我们这行有规矩，是吗？啊，也有那个部分道德表演技术家们。什么叫技术家？指责郭德纲。你在台上老说人于谦的媳妇儿，说他爸爸如何如何、嗯、列位，你们以为我在台上说他媳妇儿，嗯，我就那么开心吗？啊，你就那么开心啊？就让我看出来了，您这。我小的时候说相声，嗯，我学的是捧哏，是，哦，这儿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捧哏十年，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混逗哏演员，嗯，谁站这儿谁说我。哦，他们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郭德纲他们家怎么着，嗯，您也不用别扭。哦，我们谁站在里头谁来这活，是因为你挣的是这份钱，这是角色，就跟唱戏似的。嗯，这个老艺术家唱小生的到95岁他上台，他演这活，他也是个孙子，也没胡子吗？谈不到不尊重他，对，挣的是这份钱。嗯，就跟看电影似的。哦，啊，电影这管这叫爸爸，你知道是假的。嗯，这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嗯，话剧舞台上当一枪，这躺地还哆嗦，你知道是假的。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这对，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呢？嗯，嗨，一说一乐的事儿，别信，对吧？嗯，就说这个，举例子嘛。您举例子，钝刀杀人怎么回事？于老师，啊，拿我举例子。大年三十的时候，就过年了，过生日，嚯！这双喜临门，而且今天你们家刚买的大别墅，乔迁之喜，这是三喜，而且嫂子出去2毛钱买张彩票，中了7000万，这是多大的运气啊！这是，你的儿子美国博士毕业，哎呦，今天回国啊，带着女朋友，好事都赶上了。女朋友她爸爸呢是世界首富。这了不得了，全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那是啊，桌上菜都摆齐了，嗯，上了一条鱼。哦，于老师一筷子下去，嗯，打鱼肚子里翻出一个大珍珠来。这是我的了，万年不遇的好事都赶在今天了。是，我也来了。您啊，今天是您过生日，您带礼物了吗？我得拜寿。太好了，我买的礼物还没有送到。哦，在网上下了单。嘿，我给您买的是印度三宝。怎么叫印度三宝呢？正说着门开了啊，拿来了，这来印度的美女，嚯，20出头一姑娘，好看，你瞧瞧，这点一红点儿，哦，拖着这个礼物，这个印度三宝。于先生你好啊，这是保定来的，这个这不是印度来的，正经印度美女啊，留保多年，刘宝留学保定，嗨，
往那儿留什么学呀？哪们公司让我送礼物来了啊？好家伙，印度三宝。怎么回事？打开包装一瞧，里边是一个印度的檀木桶。啊，这檀木是一宝，印度的檀木很好。对了，这么大一桶，嗯，这算一宝了吧？这算一宝了。桶外边抹着一层咖喱，这玩意儿能抹到桶上吗？这个二宝，咖喱是一宝，一掀盖这是满满登登，就这一桶，嗯，印度神油，好家伙，这玩意儿有拎桶送的吗？哎呀，三宝都齐了，啊，于老乐坏了，是啊，谢谢，哎，蹲蹲蹲蹲蹲，这喝了。我这不至于，开心，大伙儿都乐，这都好事儿呗。印度美女这一乐呀，于老师怎么这么好看呢？喜欢她，而且我老看印度电影，女的这儿都点红点儿，这是风俗啊。我也不知道点的是什么，是我能摸一下吗？呵，啊，姑娘说您摸一下吧，啊，那就来。于老师拿手一 K， 啊，红点掉了，嗯，里边俩字儿写着特等。什么叫特等啊？这是我公司的这个抽奖。哦，特等奖，哎，可以抽这个 K 下来，完了特等奖。这特等奖是什么呀？特等奖简单，什么？就这印度美女以身相许。你瞧，这太好了，这个，你这玩意儿，这个印度美女也高兴啊。啊，那是啊。哎呀，没有想到大今儿起都是你们家的人了。哎，对，啊，让他回去吧，回去吧。咱们一块儿过日子吧。哎，对，得了。于老师高兴，嗯，我嫂子不高兴啊。那他不干了，凭什么呀？不行啊，走，不让来，不允许。哎呦，家里乱套了。哎呀，我也跟着劝吧。那是啊，这会儿功夫，100多官兵来了。官兵干嘛来了？你瞧啊，于老师，哦，跟我们走。这是今天杀头，我都全白高兴了。前面那怎么办呢？人生大喜大悲啊！啊，跟我们走，今天要杀头了。这叫砍。哎，那为什么要杀我呀？就是啊，什么罪过？因为不知道。哦，哎，大人说了，先杀后问。不，那还问什么劲呢？你得说说我什么罪名。罪名就是带你走去解释一下什么叫钝刀杀人啊。哎，这好嘛，就为这事儿给于老抓走了。哦，屋里边一下就冷听下来了。那是啊，大年三十，嗯，这么些个好事，没想到突如其来出了这么一个恶事，全没赶上。儿子跟女朋友做对联哦，我也坐在这儿傻了。还有你这边坐着嫂子，这边坐着印度美女，全有。我们五口人跟这儿呆若木鸡。有你什么事啊？跟这掺和，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啊。到最后，嫂子擦擦眼泪，她说什么呀？哎，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可不是吗？难过也不是办法。嗯，意思就是儿子，行了，别哭了。哦，啊，端杯。先敬你小妈一杯，嗯，这就认一个是吗？你看我们几个人这年还得过呀，怎么过呀？其实心里不是滋味啊，难受 啊， 啊，包饺子吧是吧？这是难受的做法啊，肉的素的鲅鱼馅的，嗯，简简单单弄了7-8种馅的饺子，好心情，这是其实心里难过，没瞧出来。哎呀，包蒜啊，嗯，弄腊八蒜，弄醋啊，真全炸辣椒油，啊，对，嫂子说我吃那是萝卜馅的饺子，哦，啊，给他泼点芥末，真讲究萝卜馅饺子蘸芥末，对，啊，嗯，哎呦，还得卸点那个咖喱的汁儿，嗯，对，那边还印度娘们呢，嗯，来吧，嗯，酒都打开吧，是啊，红酒白酒啤酒，嗯，这全真全开开了，这心里不是滋味，哎，喝吧，别哭了。那年三十来打开电视，嗯，看看春晚，今年有没有好相声啊？没有了，我都死了，哪来的好相声？我们这全家欢乐，一家悲痛的时候，你别把实话说出来。于老师已经到了北京菜市口了，这就要砍头，杀头得在菜市口。对，那是老杀头的地方了。来到这儿了，先给于老师把衣服都脱了。我干嘛光着了？杀头嘛，杀头就光了，脱个一丝不挂。哦，都脱完了，嗯，拿绳子来，这一根绳子双着下来，打脖子后边搭起来，往下一绑。哦，俩肩膀，这是俩花。哦，
俩肘是俩花，是腕子是一个花，哦，这叫五花大绑，都是这么绑。绑完了，嗯，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什么叫招子呀？电视剧你们也看过，嗯，有薄木头牌的，嗯，也有是竹皮外边带一白色的纸，尖尖的，是写着你的罪过，写的是监斩人犯一名大流氓于谦。我说怎么光着呢？嗯，顺着脖子后边插进去啊，嗯，刽子手这啊，哦，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是于老师撇着嘴，我说本忙，本忙像话。什么叫本忙啊？当官的本官啊，你不流氓吗？本忙不嗨，这就别放粪了。我这本忙啊，行了，跪好了。这一脚让他跪好了。对呀，啊，跪下。哎，让你跪下，谁让你撅那儿了？谁撅着？跪好，怎么又撅那儿了？哎呀，你要不踹谁撅着啊？嗯，这会儿折腾完了，天就亮了。啊，这会儿你想年三十拉出来的吗？哦，忙活半天，这会儿已经是大年初一早晨了。哦，菜市口这儿呢是北京厂甸庙会的那个入口的地方啊，那是庙会，全国来了60多万人逛庙会啊，谁打着过呢都得瞧瞧来。是，哦，啊，好家伙，这就是那于谦。是，啊，是，嚯，嗯，真白呀，啊！我你看这干嘛？你卖票不卖票啊？你们这个都得从您跟前绕一圈啊，再逛庙会去。嚯，哦，一眨眼的功夫呢就初七了啊。我展7天呢，跟这儿，因为庙会是到初六，哦，到初六初七呢是工作人员们看一看。哎，对，对，都看完了一下，啊，都看完了啊。嗯，有监斩官啊，还有监斩官。菜市口边上有一药店叫西鹤年堂，这是老店了。从清朝的时候，监斩官都得在那儿搭一棚子。哦，北京有一句骂人特别狠的话，怎么说？你这病好不了了，那你得到西鹤年堂去讨刀伤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菜市口杀的头。哎呦，这是老话。是，监斩官坐在西鹤年堂的门前，哦，披着红斗篷。干嘛非披红斗篷？红的辟邪，讲究。带着一茶镜，还带镜子，或者水晶的，或者什么都行，带着个镜子。哦，就为了不看犯人。哦，把这，哎，这斜身坐着。嗯，哎，一条时辰到了。哦，工作人员就过来了，过请示一下。是，跟大人您回。哦，啊，时辰已到，该斩了。监斩官一回头，嗯，整啊，嗯，整整啊，别等的，还干啥？东北监斩官呢，这是给谁整的？削他呀？那什么呀？给切稀碎啊？还稀碎？稀碎包饺子？那我招你惹你？弄死他啊！赶紧！好家伙！刽子手一回头，拿着大刀，嗯，这口鬼头刀是肩宽背厚刃肥薄，杀人不见血光好，紫微微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就说他快，哆里哆嗦，颤颤巍巍举着刀，嗨，啊，怎么着？嗨，砍下去了，嗯，是不是吓一跳？没砍呢。谁跟你斗了？跟着，这话怎么吓一跳？哎，谁跟你斗？哎，尿了，尿了！不用，吓都吓死了。这个，行，赶紧砍吧！你晃悠我干嘛？还玩吗？行了，行了，我这吓死了一会儿。一刀下去啊，这回人头落地，这完了吗？这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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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突然间停住了，停住了是？等红绿灯。哎，嗨。我要这么规矩，至于砍头吗？我这个，啊，绿灯了啊！这人头咕噜咕噜噜又来了，过马路哦，再一扭头，我说人头张嘴了，我说好快的刀啊！嗨，我也太贱了！哎，这就杀人这刀得快哦，要钝刀可就坏了。钝刀不行吗？前面都不变啊啊，还是我们五口人幸福的生活，就别提这五口人了。于老师已经在菜市口展览了6天了，啊，那是你们幸福了啊！到这天了啊啊！启禀大人，时辰一到，这就该砍。大人一回头，整啊！哦，哎，这还等啥呀，啊？这东北官还没换呢啊！削他呀，弄死切稀碎啊！行了，干嘛？我招你，赶紧别等他了啊！啊，刽子手把刀举起来。这个刀，这口刀打唐朝传下来的老刀了，从来没有人磨。哦，哎，没人出这个2毛钱磨刀钱。好家伙，刀刃都是锯齿啊，都带齿儿，一齿一齿啊。这儿举起来，哎，开，哎，啊，整多的脖子上，多上了，不往下走啊啊！刽子手真急了，怎么办？我走你，啊，锯啊，连锯了7天。怎么了？您猜怎么着？怎么样呢？饿死的！我去你的！下面请您欣赏相声《
个学术报告。您这学术报告啊，您怎么来这儿做报告？他们不是来听报告的吗？没有，人家是听相声。听相声啊？听那玩意儿干嘛？哎，您这怎么说话？我们这是相声大会，档次低呀。谁呀？学术性不强啊。您说相声啊？嗯，相声也很深奥。嗯，什么毛病这是？站这儿说，可不是吗？有什么意思呀？我们这个没意思。没意思。哦，搞点学问的。学问？你这个演员说实在的啊，嗯，你要听我的话，迷途知返，你还可以原谅。哦，你要继续跟这行混去啊，啊，你算是完了。你必须的啊，啊，这样吧，嗯，我带着你吧。您，你跟我，我跟你，咱们干点别的去。不是啊，我也不能因为您这一两句话，我就不干这行了。我干了好几十年了，您是谁？我得了解了解。你真不认识我呀？我可不是不认识吗？孤陋寡人啊！您还要寡人呢？是怎么着？你这样得寡了。我呀，啊，什么呀？孤陋寡闻。您先把这寡闻呢？哎，孤陋寡闻呢？怎么孤陋寡闻了？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您。我是一个很著名的什么呀？二手的科学家。这科学家还有二手的？对呀，啊，著名的科学家郭德纲吗？啊，你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回去买几斤报纸，好好瞧瞧。论斤瞧报纸啊？我看上你了，你跟我一块儿做实验去。拿我做实验去呀？不是研究嘛，我教给你怎么研究啊。比如说现在禽流感了啊，有什么办法能治啊？嗯，你跟我一块配合，做我的助手。哦，做您的助手。哎，研究药砒霜敌敌畏都怼在一块儿啊，到底这都能不能治？是弄一针，嗯，噔滋给你打上，嗯，行，死了。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呢。啊，什么？这个药不灵。废话，还是拿我做实验呢？不是，你跟着我帮忙嘛。我那就帮一回忙，也就是。你再找别人嘛？啊？您还打算害多少人呢？说相声的多了，您净没用的那个啊！做实验为人民做点贡献嘛。行了，算了吧，这您这实验做不做两可。轻视科学？您这是科学吗？这科学是为人类造福的呀！啊，我们一直认为没有我们这个世界好不了，没有科学家。对对对，那倒也是。像我们这大科学家们，什么都得研究。您别往那堆儿里画，您什么科学家呀？您研究什么呀？就是倒霉德行，说实在，我是没带着崩弓子呀。喂，咔！科学家玩这落后武器，人家回归自然。什么回归自然？淳朴。啊，我们有那现代化的，啊，一针你就躺下了。哎，好嘛。您拿这报仇去，合着咱能用那个吗？啊啊，游戏啊，游戏，那游戏我受得了吗？很多的科学研究都是我们搞出来的。什么呀？小到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个东西啊，大到国家建设的东西，都是我们完成的。这科学家都楼了，这科学啊，你走到楼道里边啊，一进去，啪。灯亮了，那是声控的。我研究的，这个您研究的，你都不知道吧？那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你们。是啊，我研究的。哦，研究完了之后，很多相声演员不相信。那开始没人信。有一个说相声的小孩，谁呀？叫石富宽。小孩石富宽啊？就这规律，说实在的。滚！这一会儿活动活动啊！啊，这到这儿了，别瞎说啊！那是我师父，男的。男的是吧？对了，好，他不相信我啊，他认为这个不灵。我说你跟我来，走，干嘛？咱们楼道试试。哦，一进楼道，啪，砰，亮了，灯亮了。嗯，我说怎么样，石老师？哦，佩服我吗？嗯，这东西怎么样？快说。啊，说，好是好啊，啊，干嘛打我一嘴巴呀？嗨。那是拍巴掌还不行，打人啊！这个都是我们研究的。哦，克隆你知道吗？克隆就叫复制嘛。哦，怎么了你？活复制什么毛病啊？您这是
你别说他都知道啊，这不说实在的，我很惊讶啊。一般来说啊，就说相声素质都不高，知道吗？您这素质也不怎么样，知道吗？手里有球吗？就揉，站稳。嗨，这您站稳的了，说话下次一定带崩弓子出来。嗨，这还不随身带着，太不尊敬科学家了啊！您站稳的了，说话就行。克隆啊，克隆，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您一个东西复制出来，哦，高科技啊，那是高科技。克隆，这跟你说这没用啊啊！你也不懂这个细致的，我不了解了。哎，我现在可以普及一下，克隆还能普及，推广一下。哟啊，马上就能得，那太深奥、啊，当时就克隆，行啊，花不了多少钱啊，三五十块钱的事儿，这么便宜啊？买一个白瓷罐子，嗯，大白瓷罐子，哦，刷干净了，倒过来控控，嗯，找一块抹布把水擦干净了，搁这儿啊，拿一根胶皮管，这是这边呢，有一个针头，扎你肚子上，扎我肚子，哎，做血往外做血，往外做血呀、啊，克隆吗？做血 啊，这头扎着，嗯、啊，这头做，给鱼缸换水呢，这偷汽油也用得上，哎嗨。什么武器？这都是，啊！你身上做四百斤血啊！啊，没那么些，多少斤？这没那么 多点吧，多点吧。啊、还是兑水呢？哎，拔下来，嗯，来块橡皮膏，这一贴，省得感染啊，是吧？贴橡皮膏就去感染了，和了和了啊！嗯，搁盐、葱花、姜末、味精，和了好了，搁一张你的相片啊。搁张相片啊，盖上盖，通上电，嗯，白瓷罐上有那开关，摁下去灯就亮了，写煮饭啊啊，等着吧，等着什么？半个小时，啪，弹起来了。哦，你开盖，一个崭新的鱼签出现了，克隆出来了。后来这个技巧被卖血豆腐的教会了。嗯，您要不说搁我一相片，我还真信了。是吧？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科学是很严谨的，还严谨呢，不能胡来呀！啊、嗯，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就来的，知道吗？嗯，我在科学院这些年，我跟范振钰啊、徐德亮、张文顺他们这些人，啊、嗯，我们见天研究这些科学的事情，那科学院也弄一德云社。讨厌，废话，怎么跟都跟说相声的研究啊？请他们来呀、啊，请他们来呀、啊！啊，说一说自己的知识阅历，人类需要什么，他们提醒我都写下来，写下来回来照这个我给研究去。做一个科学家那是了不起的哦，什么事都得知道，天文地理、物理星象是什么没有不明白的，全懂。哎，什么叫植物？哪个叫动物？全得了解啊、哦！这个也要学。哎，植物啊，对吗？植物，榆柳桑槐，对，这是大柳树，树啊，这是槐树，对啊，都得知道。这动物也得了解，动物来动物了解什么呀？好，就我们经常带着学生去啊，啊，看图片，看资料，什么呀？学生问呢，老师这是什么？啊，这是个狗。啊，这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你这就叫轻视科学。废话，认条狗谁不行啊？废话，街上跑当然认得出来了，炖熟的成碟子了，你认出来？认得出来，认不出来，人那有菜单，我们也能看出来，知道吗？你偷着端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这认这也不算能耐，是不是？这是个狗啊？这个呢，老师，这个两片白颜色东西夹着呢，嗯、啊，驴肉啊，驴肉啊，驴火呀、啊，两片白色的物体夹着呢啊？啊，那不是烧饼吗？是不是？这都得知道，都得研究。哦，都得研究，这是浮浅的，往深处琢磨有深奥的。说这个动物它是什么习性，属于哪个科目？哦，它的特征是什么？嗯，它怎么怎么样？一五一十全得掰扯清楚啊！这可就细致了，外行干得了吗？这不容易。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啊，有个地名德州，知道吗？德州，山东。讨厌呢，美国德州，啊，美国有个德州，德克萨斯州，这位也含糊着呢，是这么说吧？是啊，嗯，是说德州嘛，嗯，德州那儿发现了，嗯，发现一种动物，
什么呀？这个动物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什么动物？羊。哪儿都有啊！你看，你看，他不相信科学吧？怎么了？羊是哪儿都有。羊啊，长犄角啊，吃草那个。对呀、啊，跟地上跑那个。对呀、啊，种不同，什么特点？它活在树上，它站在树上面。你说这羊那个爪子，你伸手看看，你看看啊，它跟人不一样，知道吗？没这么比的，知道吗？它这个东西，它的习性是什么？啊，它为什么会在树上？它怎么能够上树？它的特征是什么？谁知道？整个德州啊，这些个科学家研究不出来。哦，德州那州长急坏了。啊，反正我不管，你们大伙儿得想这个办法。还是山东啊，这个。这个德州嘛是吧、啊？什么德州啊？这你们大伙想办法吧 啊！到底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羊弄好了，就是咱们德州的品牌啊啊！这跟鸡搁在一块儿，这是咱们两大特产。哎，对，除了扒鸡还有羊、嗯、啊！找吧，没人知道 啊！最后啊，有人传闲话、哦，科学家最爱传闲话，知道吗？是吗？最后说了，说北京有叫郭德纲的，他知道哦啊，请来吧，让我去，要能把这题说出来。给60万美金，多少钱？60万美金，这要是一毛一张的 啊，能数到80岁生日，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啊？你干嘛数那么点小票子？我不去，我很爱国呀、啊，我这个人，我不去，我知道，还就是我了解，只有您知道，只有我知道他的习性，啊，他这个特征，他的历史渊源，包括他的作用，我都了解。嘿，我研究这个东西嘛，啊啊，了解，但是我不说。哎，再一个，说实在的，几十万块钱对我来说根本也不叫事儿，也走不开。年底了，我们单位这些日子发那煤火费什么的，知道吗？我不能走，这点煤火费呢，60万美金呢、啊，你不能走，知道吗？是吗？我这个我是个很爱国的人啊，当然了。这个我也不是保守啊，我也不是，我说有人要是愿意问的话，您不去也无所谓，谁爱去谁去，就对我不往心里去，我往心里去。哎呀，科学家，哎，先生，那个德州那边，德州有一羊在树上，对对对，您知道怎么回事？只有我清楚。哦，那让您讲清楚了，给60万美金，60万美金，嗯、都是金票，知道吗？哎，是是是，嗯，哎，嗯，您告诉我行吗？啊，您告诉我，哦，你要学这个呀、啊？啊，对对，我到那边挣完这60万美金，咱俩一人一半，哈哈，那没啊？啪，我招你了，我还给您一半煤火费，我也给您报销了。这副嘴脸啊，这不是搞科学的人呢、啊？怎么了？我是那个爱钱的人吗？我要是爱钱，我自个儿去就完了呗，对不对？哦、还用你分我？对不对？你这叫小瞧人。少这么说！哎，别动，科学家，好嘛，你喊我，是，哎呀，我要不叫这科学家呀，我能跑过去，我告诉你们，你喊我，哎，是，您回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嗯，我无意这个贬低您，哎，我这个人格是很值钱的，是、我就诚心诚意的吧，这么说，我跟您请教这问题，哎，好，好吧，这个态度很好，哎，又来了这个。很好，嗯嗯，我坐性你这样的啊，我坐性你这样的，您这词儿用的这就对了哦，搞科学研究啊，说实在下去哪儿啊，就上来，这是做学问呢，您是坐炕上了都，这不是胡来啊，其实他们都糊涂，这个事情最早是发生在咱们国家。哦，就在本国呀，这个羊啊，原来咱们国家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乱砍乱伐什么的，咱们这没有了。哦，哎，羊就到了德州那边去了啊。实际咱们国家原来有，嗯，这个问题是追溯起来也很长时间了。哦，当初它是有故事原因的。哦，还有个情节。哎，咱们国家当初有一个大学生，早年的大学生，嗯，哎，有一天呢，他清晨起来啊，从歌厅啊回来，知道吗？这什么大学生啊，这是？做学问去了吗？上歌厅啊？嗯，调查嘛啊！哦，一看，哎，这个树上有一只羊，他很惊讶。嗯，回到家去问他的父亲。哦，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学究，是什么都知道。把老爷子请出来，说这树上有只羊，怎么回事呢？嗯，老头给他一讲，他明白了、嗯，把这个事情算是记载下来，就知道了。哎，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是学的话呢，啊、那么我不能藏奸，您得教我。我们要把当初的事情重新的表演一下。那太好了，太好了，是不是啊？可以，可以。我知道多少，我告诉你多少。谢谢您，好不好？
好？好，好比说、啊、你就是那个大学生啊，我就是学生，我就是大学生的父亲。您是我的父亲，这是假的。哦，记住了，学术探讨没有伦理关系在里面。这还没有伦理关系呢，这。我最厌烦的就是在台上说这些个东西，你知道吗？哦，咱们是做学问，我跟您学东西，绝没有占人便宜的意思。好好好，你不能因为这个小看我，是是，贬低我的人格。哦，倘若因为这个小看我啊，啪，嗨。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小看您，是不是、哎、但是话说回来啊，哎，我为小这么个东西，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我也冤点。你想的倒美呀、啊，啊，当一辈子儿子啊，你是熬出来了，怎么了？我怎么办呢？你跟家一坐，我上边挣钱回来你吃，门也没有啊啊！作比成样，这是假的，学会了吗？会了，你走你的，啊、这事儿就拉倒了。哦。一辈子的一会儿十分钟的事儿，太好了，太好了，表演这个人物这就行了，知道吗、嗯、也不用你真喊。哦，当然了啊，若干年后你发财走到街上碰见我、啊、心里不落忍，愿意叫我我也答应、哦、不愿意叫我我还不挑你。是啊，好比说某一天在街上碰见了啊，我打这边来你打这边来、啊、看见我冲我一乐、啊、爸爸您干嘛去、啊、我洗澡去。嗯，顺口答应嘛，您甭使这个，这可没有这个、啊、没有顺口答应，抄我一个行？没有没有，无意无意无意。现在就是这个场景啊啊，这就是咱们家的住宅。哦，我是你的父亲。哎啊，这个老学究啊，有学问。我在书房里面在看《金瓶梅》啊。您先撂下吧，撂下吧，您先撂下吧，撂。你、啊、还看《金瓶梅》呀？啊，我闲研究嘛，研究嘛，研究。您研究点那个植物动物什么的、啊？对，你甭管我研究什么了啊，我在屋里边待着，你。哦回来到家里来请我，是很简单啊，把我请出来一问就明白了。哦，但是咱们这个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地点是河北山东交界的地方。哦，说话咱们要模仿一下外省人的语言。哦，还要倒口。哎，很简单，拿你爹呀，你快出来吧，就这个。你行不行？要是行的话啊、嗯，咱们就来；要不行，这事还拉倒了。行啊，行行行，可以是吧？哎，可以可以，我们这都有基本功训练，没问题啊。哎，这外省话都没好，你从这边来，我上屋里等你去啊。好好好，那我叫您吧，做学问啊。哎，好好好，这六十万，你这。哎呀，这句话还是不好出口。爹呀，我，你出来呀？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怎么还说一遍啊？你是俺的爹呀！来呀！哇！哎呦，这什么模样啊？这是？哪家儿子？爹呀！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没完了是怎么着？原来这个情节就是这样的，知道吗？啊、就这么偏的，你两句话就到了，你这不耽误功夫啊？走了，还来一遍啊？你像这，爹呀，啊，你出来呀？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你是俺的爹呀。哎呀，你哪叫儿子？爹呀！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你是俺的爹呀！你心里痛快吗？我痛快不了，我怎么了？我怎么叫爹我还痛快呀？我这不是为了占你便宜，这是学术探讨啊！这有什么可探讨的呀？这个，这马上就到你耽误事，出来！我这嘴也欠，我这问这干嘛呢？爹呀！啊！你出来呀！我叫你呀、啊！我是谁呀、啊？你是俺的爹呀、啊！来了！哎呀，你还小点是怎么着呀？哪家儿子？爹呀、啊！你叫谁呀、啊？我叫你呀、啊！我是谁呀、啊？你是俺的这个爹呀、啊！你叫我，你痛快不？我痛快痛快，啊，痛快痛快痛快！我痛快呀、啊！你美不？我美不了，我又得重来。说清楚了啊，老这么一回一回的。爹呀，
叫你呀、啊。我是谁呀、啊？你是俺的爹呀、啊。来了吧。这好嘛？什么模样这？来点事啊！爹，你叫谁呀、啊？我叫你呀、啊。我是谁呀、啊？这是俺的爹呀、啊。你叫我，你痛快不？我痛快老了我。你叫我，你美不？我说美美啊，美说美。我美死了。你叫我什么事啊？我揍你啊我！你看废话，你知道我叫你什么事儿？知道不知道啊？你得问呢，我哪知你叫我什么事啊？我演的是这人物，我知你喊我干嘛呀？你不得问吗？啊，那跟这树上都没有羊，你得问我。都到节骨眼你自己耽误自己，我告诉你。呵，这不是怨我吗？这不是你这。哎，你说这。俺的爹呀、啊，你出来了吧？你叫谁呢？我叫你呀、啊。我是谁呀、啊？你是俺的爹呀、啊。我还来了吗？好嘛，我说您那雪橇搁门口了是吧？我这爱斯基摩那边过来的。好嘛，哎，你叫我呀、啊？我叫你呀、啊。你叫我，你痛快不、我痛快极了。你美不？美呀、啊。好，你叫我什么事啊？俺的爹呀、啊。哎，我就问那个羊怎么会在树上啊？因为那个事啊，对呀，你也听着吧。闲来没事儿，我瞎了难想。我错了不是？回来吧，回来。没错啊，啊，没错。你说话，你唱什么呀？废话呀，你得配合呀。闲来没事儿，我瞎了难想。你有锣鼓家伙，扛个令筐，一个令筐。你这说实在的，但凡有帽子，我还回去趟，你知道吗？别去了，别去了，算了吧。还有吗？算了，没有没有了啊！啊，你配合呀，配合我，怎么意思？扛个令堂，一个令堂，我这扛个令堂，一个令啊，行不行？哎，行，咱们找别人啊，对，没问题，可以。好，您听着吧，闲来没事儿，我瞎了难想，扛个令堂，一个令堂，书房里长成了行，扛个令堂，一个令堂，桃红柳绿多么好看，扛个令堂，一个令堂，树上落着一只羊，扛个令堂，一个令堂。错了，应该是打打滴打打，这我怎么猜呀、啊？你这个，他说清楚了我这个，谁知道到这儿他变了？你这，哎，这科学家太贫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还得念呀，你出来了呀？我叫你呀、啊，是谁呀、啊？你是俺的爹呀、啊！我来了，好嘛，我爸爸改义和团的了，这不怨我呀，他们又给预备的。行了，你叫我什么事啊？我这问你，这羊怎么会在树上呢？你也听着吧，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筐个令筐一个令筐，树木浪林长成了行，筐个令筐一个令筐，桃红柳绿是多么好看。树上落着一只羊，筐的令筐一个令筐。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打打滴打打。哎，对。你是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对呀。你是咱家傻小子？怎么回事呢？那是我抱上去的。去你！